现在谁担责任事小，揪出真凶是党。是，连夜筛查各店各院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。属下马上去办。没有，没有，走。
娘娘，娘娘，何事？魏玄大人和丑娘娘亲自带了人送院来了。进来。 搜院，说是死了个人，正挨个搜请院呢。你慌什么慌？人是你杀的。娘娘，怎么会是奴婢呢？奴婢一直在逸轩院，哪儿都没去。行了，他们要搜便搜，别来打扰本院休息。是。 给丞娘娘请安，见过魏大人。奉君上谕令，搜查刺客。是，大人搜便是。只是刚才娘娘打过招呼，今日身体不适，别打扰了娘娘休息。此次搜查，上至膳泽殿，下至奴才房间，一处不落，全都得搜。回大人，娘娘再怎么也是个女子，这样搜院，君命难违，打扰娘娘了。哎，我来。娘娘，没事。 林妃姐姐，打扰了。深夜赶来，林妃姐姐，这是睡了？今日你一直在屋？啊，可不，现在这天啊，一天比一天热得厉害。 又没有什么旁的事可以做，不像妹妹，天天染溪院、龙涎殿来回折腾，免不了受累呀。我今天来是要找一个人。妹妹这话的意思是，这人藏在我屋中。她的神态，竟与三生花有几分相似。屋外你查过了。 屋里你也看过了，正如你所见，没有他人。啊，本院这身体着实是乏得慌，能否让本院休息了？还不能。妹妹是想如何呀？林妃姐姐，可否把您的右腿给妹妹看看？放肆！本院的身体只有君上准了，那就由不得姐姐了。 莫非是妹妹觉得我是你们要找的人？哼，行，我让妹妹看。若是没有，从今往后，你休想踏进我逸轩院半步。听姐姐的。 明明很可疑，却没有上。难道真的不是他？打扰了，妹妹慢走，本院就不送妹妹了。 出来吧，娘娘，刚才你都听到什么了？我，娘娘，你真的是。
我再三跟你们说过，不该问的不要问。七七，我正找你呢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哼，无极师兄，我看你是在找我吧？怎么样，看到我意外吗？我确实是在找你。你身为巫族掌门，却一直待在一旗，巫族的大小事务无人打理。你该回巫族了。哦，我怎么听着，你让我回巫族，是为了保护米七七呢？米七七被掌门打死，你不是也亲眼看到了吗？别装了，你跟他早就见过了，现在来不就是为了除掉我，让他在这儿好过吗？七七从巫族到了这儿，再也不是你的阻碍了，为什么你还是揪着他不放呢？因为他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所以他必须得死。那你就得问问我同不同意了。从小你就护着他，现在我就让你知道，你护不住。无极，走。什么人？你是谁？参见娘娘。免了。不知娘娘刚才可有听到打斗的声音？打斗声？本院怎么没有听到？没听到？这就奇怪了。方才这里只有娘娘您一人。你这是在质疑本院？魏巡不敢。叨扰娘娘，这就告退。去那边看看。是。是。身份被巫极发现，我随时可能暴露。看来得马上下手了。师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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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八，你看到我师兄了吗？回娘娘，奴才不知，公子他昨天出门后就再也没回来。哎，你干嘛？疼！你是姑的妃子，竟然公然出入其他男人的房间。他不是其他男人，我们从小就……行，他是其他男人，
我以后会请示过君上再过来找他的。请示了也不准，休想和他单独见面。哼，小气鬼！哎，师出有因，师兄他不见了。不请自来，不告而别。你那个好师兄那么有本事，他要走，这城墙可拦不住他。你这个人讲话怎么酸溜溜的？这可不像你的风格。他万一要是出了事怎么办啊？担心了？你放心，他行事那么沉稳，不会有事的。君上，他还救过你的命呢，你去找找他吧。姑派人给你找，现在可以陪姑去用膳了吧？可以。无忌，你怎么样？他应该不会追过来了，咱们歇会儿。快走，你别管我。你这样子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啊？一会儿到了城里，我带你去医馆治伤。不行，不能进城。三圣华一定会派人去找我们的。可你的伤……听话。好。但这事儿没完。那个女人敢伤你，我要去杀了她。她很危险，你离她越远越好，知道吗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你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好，我们得走了。现在计划得提前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总之夜长梦多。吕敖那边狼毒的事情处理了吗？嗯，哎，狼毒，将此毒投入到吕敖的食物当中，可加速他体内狼毒的发作。是。父亲，千思，你私自出府，好大的胆子啊！女儿有事要找父亲协商。你能有什么事啊？竟给老三惹麻烦，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！你是谁？我能是谁啊？父亲，你老糊涂了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回王府吧。女儿有办法能帮父亲夺回兵权。我听到了一个秘密，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千真万确。亲眼所见，吕敖他是个怪物，他根本就不配做义旗的君上。他忌惮咱们林家，父亲这剩下的一半兵权，他早晚都会夺回。到那时候，咱们可就都是他砧板上的鱼肉。哼，我林婉身劳苦功高，他敢这样对我？那他之前收回您的那半兵权，您觉得他不敢吗？你可是他的女人。他的眼里只有丑青离，他不仁，我不义。千岁啊，你的想法爹明白，不过爹现在啊是势单力薄，而且他有天子撑腰，要是担一个反贼的罪名，为他人做嫁衣，不值当啊。那如果我们与这嫁衣的主人结交呢？他的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大。你说的是吕彻？他倒是有恩于我，这事就请父亲好好考虑一下吧。现在另有一事比较着急，金丝想借助将军府的力量，帮忙寻找两位刺客。时候到了，跟我来。局上，将士正在巡查，府内暂无异样。嗯，小英子呢？孤仙让他去接丑妃了。那您现在还不去宴会吗？孤正要过去。那属下陪您一起。不了，你同兵马埋伏在西城墙，宴会就不必去了。是。今夜大人们都在，一定要加强守卫。是。太妃娘娘到，丑娘娘到。太妃娘娘不是请罪独守青灯古佛吗？莫不是君上改了主意？静默以待，静默以待。吕敖怎么还不来？君上到。君上来了。各位大人，久等了。君上。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过来，坐姑的旁边。
啊？不好吧？心里，君上叫你过去，你就去吧。哦。开始吧，奏乐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把我丢给那个老妖婆。说早了。师妹。怀念你的乌力吗？三生花，你七七，你永远斗不过我的。来人，抓住妖女！杀了他！相信我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不是妖女，我是他，他是三生花。我不是妖女，放开他，他不是妖女，我是妖女。君上，真的是君上？君上，是不可能是君上。来人，将君上带回寝殿休息，他狼毒发作了。狼毒？狼毒什么？太妃如何知晓？最近一段时间，府里常有人莫名失踪，本殿命人去调查，才无意中发现了君上，他身中狼毒之身。太妃娘娘，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一旗的堂堂君上居然是个中了狼毒的怪物，一旗之祸呀！这不是你们正想看到的吗？狼毒发作，除人血无药可治，只要牺牲几条性命，君上他就能恢复人形。各位大人，你们谁愿意为义旗奉献生命呢？一个怪物，一个妖女，居然站在义旗权力的顶端。我说众同僚们，你们真心甘愿任由这个怪物操控吗？给我拿下！平心！君上公然伤害百官，爷老夫斗胆代表天子废除吕敖君上之位。
来人，拿下这个妖怪和妖女，重重有赏。果然有人闯入。上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凌家大人在此，他可是君上，怎么能对他兵戎相向呢？君上，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君上了。不好了，蛮人已经攻入大殿了。魏寻呢？魏大人带着将士抵抗蛮人，可蛮人还是突破了护城防线。他们朝这边过来了！哎呀，快跑啊！还愣在这做什么呀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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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君上，回大殿。是。表，好久不见。这次是危险，躲在我身后。千思，等我拿下一息给你当聘礼，我们就成婚。
先找到尹血剑要紧。上。杀了妖女。你真的是巫族妖女？你不怕我？我们还有很多时间，我会慢慢适应的。俯瞰回忆，温柔昨天，爱恨如霜月，难免是缘是缺。命运不过辗转了时间，没用的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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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走过漫长路，曾经来到今天，今天所有恩怨都在我真的，我真的暗月梦边界，伤痕你指尖，云之恋回应惊鸿一瞥，爱自见用尽一生，爱自和解用永远写怎样的诗篇。来，过来我身边。火焰明明和灭灭，与情温血燃烧到尘，他已经死了。往事如云烟，拨弄彼此心还活着，目送眼泪落地，活着。本王即将继承爵位，能给你更加高贵的身份，只要你点头。我要带他走，我带你走。天地可怜，君上轰逝，来人收敛尸身。啊，那是我的。越过世界无怀里之前，敢诺言就落地都是爱自见，借问一首誓言，世界不必问是命还是无情。我真的好娘，你快点习惯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殿下，太妃娘娘来了。进来。是。贺喜殿下，这一仗打得漂亮，击溃蛮人，
打败吕敖，稳坐爵位。多谢掌门妙计，提前调走了魏玄的影卫，削弱了王兄的兵力，再骗劫先一步攻城，与魏玄周旋，待他们两败俱伤之时，本王再出现救场。这样全城的兵力见北仓入侵，不得不以大义为重，暂时放下王兄的事情，助本王一臂之力对抗北仓。杰这个人一向机警，不知掌门用了何种妙计才使他中了埋伏。我之前扮作林千厮时跟他商定好，谋反之时林家兵力表面借给纪王殿下，实则用来帮助蛮人攻城，他信了才有了这个局。真是精彩啊，掌门果真智勇双全。不过近期要委屈您继续扮作灵妃，等之后彻儿下狱宣布灵妃自缢身亡之后，您就可以恢复巫族掌门崇高的身份了，那时您就可以名正言顺来一起拜会，到时记得助我儿一臂之力啊。太妃放心，能与巫族之主议事的自然是一齐君主，虽然殿下尚未即位，不过早已被我们巫族认可，殿下就是一齐的新王。王兄已死，本王继位名正言顺，再加上我杀了北仓太子，稳固了一齐之地的功劳，想必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。您的即位大典，巫族一定会送上厚礼，不过在此之前请殿下履行承诺，在义旗境内抓捕米七七。没问题，即刻下令追捕。黑羽，我哥，林家军投靠纪王，和义齐军联手，太子和弟兄们都已经被杀了。娘子，不会的，黑羽，你在骗我对不对？黑羽，稀烂！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骗我对不对？黑羽，你是不是骗我？我要去找我哥。娘，陆主。
琪琪。 琪琪。 这里的人好像都搬走了，要找到他们的新住所，岂不是更难？不对，是临时转移，钱袋没有拿走，做好的饭菜也没有处理掉。那这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去其他地方再看看。 Thank you.
有发现什么吗？那些屋子都留有生活的痕迹，感觉主人们上一秒还在家里吃饭，下一秒就凭空消失了。别着急，肯定有咱们漏掉的信息。这是什么？ 你看出什么了吗？瘟疫，还有饥饿，他们失去了家人。 和伙伴，活下来的人受到诅咒，获得治愈之血，被当作活药材，争相抓捕。 听说。 北苍从你们边境撤军了。掌门果真消息灵通啊！看样子，北苍是打算与你们议和。若果真如此，本王即位倒是省了个大麻烦。吃了。 答应了，这招叫做以退为进。殿下，北苍狡诈，你若对他们放松警惕，担心他们回过头吃掉你。掌门的意思是拒绝议和，继续与北苍交战？不，殿下应当接受。 是北苍蛮人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首领，他们向这边追过来了。啊！追过来！这！哎呀！怎么办？他们抓住我们会怎么处置？终身囚禁，成为血奴。不然我们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除此以后，拼了！拼了！七七，母亲对不住你。首领，你要干什么？首领，你带着孩子藏去阁楼，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啊！是啊，中了诅咒的血脉，即使活下去，也要毕生逃亡，不如现在就死。还有一个办法，雾族掌门教的傀儡术。现在他俩都没有诅咒之血，除非小首领死去，才会从傀儡中重生。把七七送去巫寻岛，在那里，他可以安稳度过一生。首领，快，从阁楼上走吧。骆九尘，你曾在外闯荡，这两个孩子我就交付于你，一定要活下去。首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是血影族的首领，自然要同他们共生死的。这个孩子没有心智，等你出去之后，找个信任的人托付给他。走吧，首领，白日快来了。是啊，首领，快走，来不及了。快点吧。我的狐狸，米七七，怎么回事？七七，是他的狐狸，我们要在三十花之前找到他。走走走走，我的狐狸回来了。经理，
答应，以后一定会常陪你过来看看。谢谢你帮我重新安葬他们。傻瓜，好歹我也算是血影村的女婿吧。嗯。